大家好，我是苏炳添，你们的祝福和鼓励我都收到了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关注。天下华人一家亲，全球同胞心连心，我今后会再接再厉，让世界再次看到我们中国速度。对于未来的话，其实目前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但是未来我肯定还是会在田径这个事业上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至于我儿子的话，如果他以后喜欢田径这个运动的话，我肯定是无条件的去支持他。